老公，你来听。修上，修上。哎呦！哇，你啊，我开心听嘞。你啊，把路食饱，晓蹲放扫描，给我倒扣三个。哎，给我推这嘞。那个唔系哇。听啦。哎呦，开门，开门。哎呦。哎呦。边个啊？哎，华仔啊，哇，咁得闲上嚟揾我哋啊，哎，华仔啊，好啊，来来来，阿姨，哎，见你有闲来找阿姨啊，我拄好经过，就来看你人咯，我送咖啡俾你啊，等佢先，等佢先。做咩啊？阿姨，其实我今日来是要跟你讲，顶礼拜我带我一只猫去看老君，老君讲伊死物件爱开刀啊，哈，死什么？痔疮，腰是痔疮，达到会啊！你知影，我白露出来做工，手头也无什么钱，阮妈的都无输给我饲猫，所以我唔敢去摘，是要看阿姨会使照担保无。OK， 你放心，猫安尼细只，生痔疮，佮爱开刀，真可怜。来，阿姨帮倒了哈。Thank you， 阿姨。OK， 那。搞啊哈！搞了搞了，感谢阿姨，感谢阿姨，阿姨我先走了咯。哦，阿姨见哦。哎，华仔，咁快要走了咩？饮咖啡？免客气啦，免客气。我朋友，哦，唔是，我系猫的树洞话，我特别赶紧去看一下。鬼哥啊！哎，华仔，哎，又系你啊？好不？华仔啊！哇！你今天你有闲啊？食饱未？食饱了，食饱了。系喎，上次你只猫个啰柚点啊？火腿了，走来走去了咯。今日特登上嚟还钱啊？其实阿姨，我今日来是想要我跟你借淡薄。哇，旧数未清，又想再借？哎呀，喂喂，来来来，到底什么代志？你有什么困难，甲阿姨讲哈？这摆大代志啊！阮厝迄个咩，顶礼拜去check up，doctor讲生痔疮真多粒咧，啊了，本是准备开刀。唔系哇，痔疮都会传染，仲有猫传俾人。嘿，你无讲话，无人讲你是野狗吼。你放心，你人安尼好，阿姨定就爱捉你女嘢吼，你等住吓。喂喂，等住阿姨。哎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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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 hello， 哎呀，你蛮紧张，那家条女，那家做起来去拼一下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有新加坡部 internet account 无？有啊，给我买多多100块 quick bit。一定。哎，华仔，哎来来，阿华，华仔慢慢听啊。阿华，喂，来来，跟你讲，这女你先家去，顺便买燕窝给你吃，给你补点补哈。感谢阿姨，感谢阿姨。阿姨，你去慢慢搞，我妈都讲，我给你招女嘞。你放心啦，我袂讲的。一定。喂喂喂，华仔，你搞咩啊？我无舒服，我病要陪我来。哎，过嚟坐，过嚟坐。啊，哎呦。老婆，阿华仔。又嚟啊！阿华，你安怎行路怪怪？你先在知。阿姨，顶几摆你夹袂行了，今日佫要来叫你搭下手啦。唔系哇，今次又边个有事啊？嗱，唔好话我听，今次轮到你自己啊。你写痔疮。吓？白日写痔疮。是咯，读得讲第一刻先开刀。你姨丈我咧，其实以前学过两下中医嘅。好似呢啲咁嘅身體上火啊、痔瘡嘅問題咧，我治叻嘅，唔使開刀，唔使睇醫生，我幫你睇下。誒，除掉褲落嚟。邊啦，一定要睇死啦。有咩唔好意思啫？你睇醫生都要除褲噶嘛。嚟啦。一定要未濕，一定要未濕，未濕。唔好意思，大家男人叫我聽過。嚟啦，我叫你除就除，唔除褲又點睇啫？我嚟啦，華仔。你點點？誒。而家跑得咁快，嗰個有唔通啦。唔好諗住你叫華仔啊，真係劉德華喺度演戲啊！照我睇咧，貓生痔瘡係假嘅，個咩生痔瘡亦都係流嘅。至於你自己生痔瘡唔使審，都係假噶啦。其實係借錢去搏殺至真。你講什麼？阿老婆，唔好再俾人呃啦！呢個人啊，上次我偷聽到啊，佢同朋友借咗錢之後，就即刻去搏殺。仲有啊！上網買多多，一次100蚊添啊！阿華，知你冇？包是你家己派，古不阿華唔是安尼款嘅。一百幾朋友唔是我一個人吼。唉，老婆算啦算啦，我睇叫大家姐即刻同佢申請個賭場禁門令，唔好俾佢入賭場。仲有，而家網上多多都可以申請個非賭場自願禁門令嘅。安怎你知？梗係啦，
我成日网上落注，睇到网上有写噶嘛。哦，诶，等等等，你讲什么啊？落什么物件？我系话落，出边好似落紧雨。你落嚟啦。啊？我叫你落嚟。哦。落啲。哦。落啲。哦。我冇介紹錯啦嘛，啲嘢好好食係咪？又平又靚。只狗鬼老爸啦，我現在我都不想要困，卡等上課嘅時陣，我嚟困嗰邊啦。哎呀，不要緊啦，老師教你嘅真簡單咧。一頂禮拜哦，教我開啲嘅臉書户口啊，什麼 Facebook account 哦，原來當今真流行啊，真多人會曉咧。我咧，我是因為你驚教我講啊。政府当今多出的这些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，嗯啊，一个人哦五个八块在用，我哩想讲我老来退休，已经无代志做，我点哩出来，唔是无看，我只是我看无，哎呀，不如我出来结交朋友较好啦。哎，你使交交我朋友哦。哎，唔系你啊。哎，凤姐，头先几啲成绩咧 ？OK。哎，唔系你请咩？等过就有啊！哦，嘿，你叫安迪请，你袂歹势啊！问题是我当天身躯顶带无够现钱。哎，每个人30元，无现金无相干，批啦！啊，都讲我现在补咯，咁批闹咯。当今查甫是咪真有变啊？当查甫都讲袂用紧，啊，当今不被现行啊，啊，佮用按摩批闹，伊是讲我袂用听咧，行就行啊。50元，就二只。哎呀，我冇散纸啊！啊，你下摆较兴。哎呀，屁啦屁闹。嘻嘻，就是俾人当咁兴啦。哎呀，凤姐30元，我谂背走去啦。哎哟，我唔系惊你哋走佬啊！你哋知唔知啊？而家咧可以用手机过数俾人，你哋嘅30元咧可以用手机过数俾翻我。你是讲叫个人用手机转小行李啦？对 ，pay 啦 ，pay now， 哈，还是我听刘瑞南讲 pay 啦个 pay now 是？诶，是咯是咯，原来当今就是帮你入手机，佮用手机转账给别人。啊，好好好，别讲你嘴了，来，坐好坐，坐好坐。哦。顶礼拜咧，我跟人社交媒体只用一款啊，你人去开个口，有当去出来试看卖无？诶，我有。啊，但系我算。唔侵我玩啊！唔俾我加入啊！點解咧？因為我放嗰個大頭相係放佢細佬嗰時候冇著衫嘅相咯。咁嘅唔加幾年啦，嬲攰啊！但係朋友看到嚇衰啊！哎呀，鳳姐啊，我跟你講，你就要換呢大頭相，安尼款啊，你較袂嫌你嘛？我知啦，我知。反正我聽你人講，即係皮啦甲皮鬧相是唔只袂歹，是即幾年咪在流行即個電子支付嘅方式。哎，手機即陣在做真多物件。哎，我知我知，當今佢。再过来 book appointment 看老君呢？对对对，但是我要讲的吼，是这个。哎，我知我知，啊，这个手机吼，可以再过来测心跳，佮可以再这样一日行几步呢，厉害哦。我早就知了，但是哦，我要讲的吼，是这个。哎，我知，啊，这个手机吼，可以再过来把脉，敢那看中医啊？你看，放伫刀啊？你看，就会使了咯。好，咁即系讲。以後咧，我哋照 X 光唔使到醫院，就用手機咁照，自己照就得噶啦，係咪？識少少就扮代表，乜都唔識啦！你睇你講乜嘢啊？杜斌個老吹喏，你驚死人！韓州人講得多咯啊！哦，就是讲由2017年开始咧，政府啊都出一款咧叫做远程视讯医疗资讯服务啊，意思就是讲啊，患病的人啊，免国去罗根处啊，还是去专科，用这电脑还是用手机吼，啊，你家己翕家己啦，让罗根看得到你，你看得到罗根，安尼罗根就会使带你看病啦，啊，包你医未死啦。对，这就是我要讲的哦。哇，比老师更厉害咧！而家啲科技啊，真系进步得好快啊，所以我哋呢啲老人家要多啲嚟联络所上嗰啲资讯课程。安怎我咁样唔得看过你？
你是不是头一摆来上我来课程？那是你有啥物不明白哦？敢敢来问我，免客气哦，问。哎、欸，老师，嗯，因阿不是不明白哦，就是下教的。下教啊？你这是下教啊？哇，咁恶嘅！哇，你咪出声，你敢那下教就出声，你大声啦！我是下一班的啦，今日早教就来催人去。哎，安尼看不会使啊！啊，好好好好，啊，去食饭，去食饭，啊，去食饭啊！放学了，放学。哎呀，爱讲的话拢总互人讲甲了了，我唔爱下课啊。哦哦哦，两刀下课喽。